Hello，大家好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主题：百家乐还是21点更好赢钱？好啊，先说答案啊，21点。OK，简单来说呢，因为21点这个游戏的设计啊，本身它的一个输率就比百家乐还要低，所以呢，21点我们可以输得更少，在一个打这个基本策略啊的一个情况下，它输的会比百家乐更少。OK， 所以我们要战胜赌场，我们就不需要用这么多的技术技巧啊去变成赢率去赢过它。OK， 所以呢，21点它其实是更容易赢钱的啊，所以这个问题就很简单啊，就出在这边啊，那大家可以理解吧？好，那这期啊视频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